太医院的这发展，对太医院运动的这个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哥，能有这么一起来，我很高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既然来了呢，我要说两句什么呢？作为太医院来说，就一个字儿，无。什么时候把无练都加了，什么时候就到了家了。我再次重复一句什么话吧，道德经的第一章，把第一章学会了，太医院就会了。第一章没学会，永远会不了。来，你们上来任何一人，我给你们多一点，比划一下，啊，别在这儿，这是有东西，没了，就完了，就一个无，就是没，我什么没了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你爱怎么接住我？哎，看没有，你怎么使劲也好，我就在这没有了，你还动了吗？你还动了吗？哎呦，我没有了。只有这个，所以讲这个什么，讲今天来了，我就把我的体会跟大家伙儿说一说，就是一个无，我没有就打，就完了，啊，就是一个没有，你动什么呀？你动什么呀？没有就行了，看见没有？没有啊。咱们作为